谢谢我们蔡会长、金耀法师、明光法师、我们詹宣荣老师以及现场所有的法师、各位信众大德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好。今天万安非常荣幸能够来参与我们十方圆融消灾祈福大会，那特别感谢我们几位法师。 一直以来带领着各位，不管念经、祈福，就是希望我们国家社会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过去这两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其实人民的生活并不顺利，不管是身体、心理上都承受很大的压力。而这个时候，宗教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 不只是可以安定人心，也让社会能够走向和谐。其实一直以来，宗教它最重要的角色，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社会甚至世界走向和平，而这正是台湾现在最需要的。我想，面对国际多变的局势，我们台湾。 大家还是非常的有信心，能够坚定脚步。我们透过宗教的力量，来让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各项挑战。所以追求世界的和平，也是一直以来法师们他们所共同期盼，也是带领我们最重要能够走向和平很重要的关键。所以今天晚安来，也很希望能够跟各位报告。 未来，如果我当选市长，也一定会大力的支持我们宗教界，也希望能够更紧密的和我们各宗教携手努力，安定人心，社会和谐，世界和平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那再次的希望，我们的疫情真的赶快过去，让人民恢复正常平安的生活，也让我们。 各行各业都能兴盛，让台北市再次回到车水马龙，货畅其流，商机无穷，百业兴隆。谢谢大家！谢谢大家！万安这次刚好抽到的竞选号次是六号，六六大顺，祝福大家都能六六大顺。 平安顺心，一切如意，祝福大家！谢谢蒋委员的祝福。啊，今天啊，十方圆融护国旗灾祈福大会，那我们佛母大孔建明王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佛弟子蒋万安哈，那因为要选这个台北市市长啊，愿佛母大孔建明王尊龙天等慈悲加护，以惠大众。 大家身体康健，吉进吉祥，业障消除，顺利当选，发菩提心，幸福大道，阿弥陀佛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 Thank you.